管嘴期的姐们，如果吃腻了水煮鸡胸肉，那就试试这道比烧烤还好吃的孜然鸡胸肉，不腥不柴，非常好吃。首先5块钱的鸡胸肉切成小丁，切好加入葱姜，一勺料酒，一勺生抽，少许老抽，少许蚝油，少许盐和胡椒粉，再来一勺玉米淀粉，抓拌均匀腌制5分钟，最后加一勺食用油锁住水分，锅中油热下入鸡胸肉，中小火慢慢煸炒。不知不觉我已经发了几百道家常菜教程，还没能得到你的小红心，这个视频你就给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辛苦你了。炒至鸡胸肉微焦熟透，再撒上孜然粒和烧烤料，然后快速的翻炒均匀入味，就可以出锅了。这样做的鸡胸肉不腥不柴，外焦里嫩，真的巨好吃。喜欢的你也动手试试吧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